寄到哪里？他从英国要寄来台湾。进来台湾？对，要寄来台湾。然后他说卡在海关，他说里面有现金。就是他给我的资料，他寄给我的啦。来，小姐，我们先，没事，先坐一下。我们没有叫警察啦，我们是了解，你们了解，我们关心一下。现在重点就是这是他寄给我的资料。对啊，现在我没办法，因为我必须要付钱把我的东西买回来。你是怎样跟他买东西？没有，你是透过什么？是他买东西要寄给我。那你对了，那你怎么能确保你钱汇过去，他东西就会来？那如果你钱汇过去，他钱没，东西也没来，这应该不会来。而且你金额很多哎，30万，对，这样台币30万。嗯，你怎么知道他这里面有钱？他有跟我讲说他里面放什么东西、这个。你说一个礼物，朋友，你没有见过面，你们只利用这通讯上的联系，这样，就是说要寄钱给你，有这么好看的事情？没有，因为他要来台湾。他来台湾？对，他要来台湾。一个包裹，不会去卡在海关去叫你汇9900多的美元，将近等于台币三十万的，这是一种诈骗手法。